你在京城，爹爹就心有牵挂。只有你也走了，我才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全力以赴地和宁王周旋。老宋娘，你们听我说，宁王他身体不好，我也就再陪他几十年。对我来说，不过是眨眼功夫。可宋家的门楣，老宋你颔首了一生，不能有事啊，让我留下来吧。 老宋，娘，你说说话呀。湘云，我跟你爹都不希望你受到半点委屈。云儿，你去找长空吧，然后把宁王的罪行昭告天下，这样我们也会没事的。老宋。 放心吧，爹娘不会有事的啊！只要你尽快找到长空，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放心吧。